春运已经启动，今年春节期间人口流动规模将显著低于往年，很多人依然坚守在工作第一线，不能回家跟家人团聚。交通广播一路有你提醒您，过年不回家记得关心家中爸妈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《女孩》，这首歌是林先生送给连续四年都没回家过年的男女士，希望这个不平凡的女孩能早日回家过年。喂，我是南向晚，人我已经辞退了，我会找到新的人跟进。这个不是你需要操心的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落实。好了，我有个电话进来。文妈，今年我回不去了，公司太忙，你也知道，有时间我回去看你啊。挂了。南总好。南总，我想跟您说几句，可以吗？进来。离职手续都办完了吧？那你就不算本公司的员工了。出于礼貌，我需要请你入座。不，南总，我想请您收回辞退批复，我想继续留在公司。小伙子，在职场上面就别说这么幼稚的话了，公司又不是你们家开的，想留就留吗？那为什么同期进公司另外两个人，他们就可以留下来？就因为他们是名校毕业，而我就是一个排名几十外的普通大学。南总，就算我求求您，高抬贵手，好吗？职场就像战场，胜负都是自己争来的，这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走吧。哎，南总一如既往的飒，真应该让咱们班那些同学都来看看，让他们知道一下社会的复杂。说吧，你到底什么事儿？微信不能说非得见面。学校呢，组织了一个同学聚会。就这事儿，还有吗？你看看你那个态度，大家就是怕你这样，所以才让我来亲自的邀请你。我明天有个会特别重要，同学聚会的费用我平摊给你。南向晚同学，你怎么比在高中的时候还难搞？于美丽，你不要在这儿再跟我唠唠叨叨的了，小心毁了你在我脑海里仅存的那一丝丝好感。我让你装你没完了是吧你？哎呀，我不逗你了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明天真的是特别忙，我去不了。你那新书什么时候出啊？给我拜读一下。啊，那个，等一下。喂，啊，向总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再见。招待不周啦。哎，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打扰你的工作和学习。哦，对了，新书一会儿就寄到了，以你为原型创作的，我还等着你给我意见呢。走吧。你对刚刚辞职的王凯怎么看呀？他来找您了。王凯情绪挺大的，说你歧视学历。我已经安抚过了，他也同意了公司的决定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您是没见他那实习期的表现，要不是他们部门主管百般恳求我，我根本都不可能让他留下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他们部门的领导要留下一个工作能力不强的人呢？能力不强，人缘好啊。那也是公司考察员工的一项标准呀。您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您说一切要以结果为导向，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达成目标。怎么这么快就心慈手软了？魔头在里面开会呢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快来快来快！魏总跟我们说的那个项目，就是我上回说的那个改的地方。好，行就可以了。提报方案我来修改，你下班吧。提醒各部门把明天的东西都准备齐全，别再出什么纰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南总，新年快乐。你也是，新年快乐。新书一会儿就寄到了。
以你为原型创作的，我还等着你给我意见呢。南向晚一直有个遗憾，就是本科没考上冠华大学。虽然现在成了职场白骨精，但他还是想回到学生时代，告诉那个时候的自己，好好学习呀。南向晚，谁也不能打扰你学习。玉美丽，我怎么在这儿呢？嘘，狗屎！不是，你跟我说说，我怎么在这儿待着呢？你别跟我说话啊！理科综合试卷，这你都还记得呢？老师，南向晚。你怎么回事？快交卷了，不好好答题。李老师，哎，这就你说的别开生面的同学聚会啊？这在座的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也确实是好多年都没见了。大家把这个同学聚会办成考试，还真挺有创意啊。南向晚，我给你机会啊，马上给我坐下，好好学习，好好考试啊！我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。你这考试弄得还挺认真呀，你写的还挺多嘛。南向晚，再胡闹就给我别再考了。李老师，你也是个退休老教师了，一辈子为人师表，这么多年怎么还是凶巴巴的呀？哎呀，你头发扎马尾不好看。哎呦呦，今天这小脸可真嫩哦！哎呦，快回去考试。南向晚，这是考场，不是什么同学会。放个暑假放傻了是不是啊？到了考场还做梦，梦还没醒。李老师，我说你这演技也真好。你这不仅可以当老师，你还可以去当演员。就这其他人吧，差了点。这个还玩手机呢。谁玩手机了？曾天飞，拿出来吧。他就是文曲星，不是手机。学校有规定，不知道吗？没收。哎。哎，我说你谁？你有毛病是不是？不知道打小报告是叛徒行为啊？就是。我说您这演技也挺好啊，是不是平时剧本杀玩挺多啊？啥剧本杀呀？啥呀？疯了吧你？什么剧本杀呀？哎，李老师，借我一下你手机，我有个会。还有个会呢？你们这道具备的还挺全乎啊，电话卡插了能打吗？喂。资料都备齐了吗？我马上回。我是谁？公司通讯录，南向晚，人力总监。什么？像话？没这人。回去我就把你开了。
哎，哎，小婉，你还没交卷呢，就这么跑了？老师，我替他交了。考试成绩不要了是不是？继续答题。2011年8月30号。情况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分班考试，你还想不想进二班啊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我在听你说话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呢。我就记得你前一天来我办公室，给了我一本小说，然后呢，我没看几眼我就睡着了，睡着之后我就跑这儿来了。不是，什么办公室，什么小说啊？你这。不是，下面播送江宁中学2011年第3届文明礼貌树新风征文获奖名单。我明明记得我就在我办公室，我怎么就上这儿来了呢？我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你都不知道今天情况，疯疯癫癫，还说我考试作弊。那李老师怎么说的？还能怎么说呀？等通知呗。哎，就是他。怎么样，打听到什么了？什么没打听出来啊？就打听出来一个，叫南向晚，原来三班的。听他们班人说，此人毫无存在感可言。嘿，你说是今天考试，今天就是疯了，突然发疯的。对，那还有救？可以啊，走着，走走。装疯卖傻，哎，你做什么？哎呦，你干嘛？又不带钥匙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我本来呀想在干洗店里等你来着，结果停电了。我一想，得赶紧去趟超市，给你买些好吃的，就买了牛肉。哎，把门关上啊！你愣着干什么呀？
买了牛肉、羊肉、西红柿、苦瓜，哎，给你做个苦瓜炒肉丝，你最喜欢吃的。还有西红柿炖牛腩，还有卤羊腿，都是你爱吃的哈。妈，真年轻。考试没考好啊？没有，就是觉得你特好看。嗯，你以后少干点活，少熬点夜，不用那么忙的。多吃点黑的，多吃豆制品。你看看，别皱眉头。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发烧吧？没有，就是觉得你特好看。起床。吃饭。哎，发什么呆呀？好好吃饭。真好看，妈，我想你这饭香好长时间了，我就爱吃这口。什么意思呀？是怪妈平常不怎么给你做饭？没这意思啊。那我得好好工作啊，那不好好工作的话怎么供你上学啊？我啊，你做这饭简直比大厨做的好吃，就是最甜。行，等妈一有空呢就多给你做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这是一美梦啊。好好吃饭，不好好吃饭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噩梦。我吃着呢，不得让慢慢吃啊。哎，回来见了趟我妈，吃了个我妈做的饭。南向晚，你是不是该回去开会去了？哎，怎么回去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辣眼睛！哎呀，哎呀，芒果！哎呀，过来过来，你怎么这么年轻啊？啊，是壮小伙子是不是啊？睡醒了就回去了。如何回到未来？哎，哎呀，哎。这不是南向晚吗？他在这干嘛？到未来的方法。回到未来？
重力下坠的冲击失重的瞬间能回到现实。要不试试？分班考试吗？你至于吗？同学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同学，你能向我同学？哦，我的妈呀！怎么就回不去了呢？同学，你命真大。你烦不烦人呢？通过雷击回到未来，这靠谱吗？南向晚，你抽什么风啊？给我下来！开学之前哪儿都不许去，在家里好好待着。哪儿都不许去。芒果，难道我真的回不去了吗？妈妈，明天先借你的裙子一用。没两天就要开学了，你还睡懒觉，赶紧起床。知道知道。你别嘟囔了，快点。向总，您这十几年的习惯一直都没变啊。你怎么认识我？向总，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可能不信，但我用人格担保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啊，你不要叫我什么老总，我只是我们公司的销售主管。向总，我前几天还在公司加班给您提交方案呢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觉醒来之后我就回到了十年前了。就是现在，我实在找不到回去的办法了，但我总得回去上班吧，我总不能在乡里中学再经历一遍高考吧。你是乡里中学的高中生？我上高三，我叫南向晚。哦。哎，向总，您别不信，您现在就可以考我，我是真的有能力可以做到人力总监的。您要不信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先在您手底下干着，反正我暂时也回不去，而且您之后也要成为公司总经理，我是您一手提拔的人力总监。您看看，您只要想赶人的时候，就会看手表。小姑娘，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吧，等你考上大学以后再来我们公司，好吗？
可是在我记忆中，我明年高考失利了，我没考上冠华。我也是研究生从冠华毕业之后才千辛万苦进到咱们公司的。我总不能再回去再经历一遍高考吧，这太可怕了，向总。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，人生重来了一次，那是老天爷给了你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啊？可我如果还是一样的人生轨迹呢？我的高考还是失利了，我没能上成冠华，我也是从冠华毕业之后才进到咱们公司，我都不敢想象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很多遗憾。如果真有回到过去的办法，我除了努力读书之外，也许会好好的陪陪我的家人。小姑娘，我母亲呢，前几年去世了，我当时因为学习工作很少陪她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。你现在还年轻，有机会和时间去弥补你的遗憾，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。冠华吗？只要你能考上大学，考上冠华，我就亲自把你招进我们公司。向总，这个是您说的？我说的。我考上冠华就能进咱们公司？对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好学习，考进冠华。高三了，还不离开校队，为什么？喜欢篮球。耽不耽误学习？不耽误。能不能继续胜任正副队长？能。能不能把新生带好？能。林小冉、张超，到，带队绕场十圈，然后回去上早自习。训练结束。小婉，我说了我想喝巧克力，你非得给我买咖啡。那我要不给你买份开心乐园餐吧。走吧。哎，走，看看咱俩分到哪个班呀？我不用看，我就是二班的。啊？就那俩，我们班第一跟第二。这舒聪跟刘雨白，他俩当然不用看榜了。主要是那陈诗韵吧，跟我这成绩咬得特别紧。我先回去上课了，到了哪个班跟我说啊。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啊？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哦，哎，帅子，你还考了跟我们俩一个班啊？最后一道物理题没做，好兄弟啊！我也没做，你那是不会，会不会是一时的，矮是一辈子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你。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全校第一？根本没有给予一个天才应该。
廖老师能同意吗？同学们好，欢迎同学们来到高三二班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廖世昌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距离高考还有不到300天的时间。同学们从各个班级考来二班的目的跟意义不用我说，你们坐在这儿得拿出什么样的学习积极性跟纪律性也不该我来强调，我要做的是把你们送进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大门。在座的大多数都是老相识了，也有一部分不认识的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李，同学们叫我李老师就行了。什么音乐呀绘画呀，虽然能够让你们有一技傍身上个好大学，还是一样有必要的。下面我来公布一下班委会成员名单。竹聪到。全市第一啊。二班的班长坐不坐？不坐。坐下吧。刘宇白到。文科第一，理科第二，三届全市三好学生，以后多帮着点其他学生。好的老师。于美丽到。你来当班长，配合好其他老师处理好班级的事务。嗯。李帅，咱们班就你的物理课成绩还凑合。那对。你来当物理课代表。好。你都是物理课代表，这个班适合我。你以为呢？林萧然到。体育委员好。江达令到。文艺委员是。刘娇娇到。你来当卫生委员。好。学习委员，学习委员的话，陈诗韵你来做学习委员。好。好好干啊。嗯。王凤，王凤。报到，老师，我来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第一天开学就迟到？堵车。小不为例，坐下。南校晚？你为什么会在我们班？南校晚，南校晚。哎，南向晚人呢？老师，南向晚好像去二班了，我去把他叫。老师，我去把南向晚同学带回来。我就是二班的。这位同学，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，你不是我们班的学生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个南向晚大闹考场，把考试说成是同学聚会。老师，您先别着急，学校工作难免会出差错。老师，您去教务处帮我问一下，我在这等着，没关系的。这个名单都是经过反复审核的，应该不会出错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再给你问问去。报告。什么事？李老师让我来把南向晚同学接回我们班去。林萧然是吧？嗯。你分到哪个班了？七班。我怎么会是七班呢？嘿，原来南总是七班的呀。快走吧，小疯子，李老师让我带你回去。叫谁小疯子呢？
开学第一天就走错教室，没考好就胡闹，你不疯谁疯？就算我没考好，进不了二班，我照样是上冠华的人。南总，就您还冠华？一会儿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你真的必须得承认，你之前不太正常。报告。进来。来，一二三，南总好。南总。静一静，闹闹哄哄的像什么样子？才第一天就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，能不能有那么一天咱们也可以让二班的同学心甘情愿地留在咱们班？那得让南总给咱们班安排上了，南总一封诸事皆成了。是啊，就想找南总啊，安排一下吧。曾建飞，到我办公室去一趟。老师，曾建飞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？该什么处分就什么处分，考试作弊，你们说该给什么处分？快点，南向晚，你知不知道曾建飞身上已经有处分了？加上这一次，他会被退学的。我又不认识他。再说了，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跟他没关系，跟我有关系，行吧？曾建飞是我好哥们儿，是林萧然最好的朋友。张超，你又干嘛啊？你是谁啊？他跟林萧然是一个球队的，你别搭理他。我跟林萧然又不熟，不就一般孩子们吗？没事。跟我出来一趟。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放开！给你半分钟，有话好好说。还给我半分钟？真把自己当什么南总了吗？你现在就跟我去找李老师还有张主任，说是你陷害了曾建飞。无聊吗？不无聊，我就再问你一次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南向晚，如果曾建飞这件事情你没有帮他澄清好的话，如果他受到处分的话，你笑什么？我问你，你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林萧然有一百种方式让我在这个学校里过不下去。小伙子，年纪轻轻不专注学习，非得成天想着为朋友出头。告诉你，我现在要回去学习，别烦我。你别想，南向晚，我就这一句话，如果你现在不跟我去的话，你下一节课也别想上。我不去，你真不觉得无聊吗？友情提醒，下一节课已经快开始了，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，咱们就在这耗着。上空挂着大大的月亮，喜欢一个
上空挂着。